多医疗相关的东西，我们的医疗相关的东西，上次打不开，它下来了，就是痛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！不要，再也不要开启那游戏，真是我干你娘！有长的东西就可以弄出来，是不是？有长的东西就可以弄出来了，这个我了解。轻轻的掏，用力的掏，用力的好了。再进去，再进去一点啊！啊，出来！出来了！装备不能装备吗？地点黑暗，求求你不！流星 OK，我出来。没事吧？有哪里受伤吗？啊，没事。说嘛说嘛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我好像喜欢上别班了，刚刚那个是男的。小黑板，小黑板，OK OK OK，笑屁哦，在哪边啦？左边那个椅子也不行，右边那个椅子也不行，你到底有几只啊，朋友？你们在开班会是不是啊？开趴了，朋友。好，机造型的发电机，体内有大量的电，发电机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游戏欠吐槽的地方，这个是小事啊。要遇到人了！抓到了，霸凌，倒立十八个，用哪个嘴巴吃啊，小姐？你倒立十八个，知道用哪个嘴巴吃啊？没关系，亲爱的，救星来了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，这个人又是你，长得跟红叶一样的人，讨厌的人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双叶，你不要再欺负我姐姐了，双叶，都是你害的，我要毁了你。惊叹号，双叶，姐姐没事了，哦，双叶会保护姐姐的，双叶，你在做什么？把爱，自从姐姐认识他以后，就不跟我一起玩了，他不在了最好。双叶，姐姐怕烫的话，可以先走哦。我会把这边处理干净的，处理干净的。你剪刀子干什么？
What？ 你的姐姐他妈怎么当的？我的妹妹。当时仓库的火烧得很大，学校救出我们后紧急把三人送到离这边最近的诊所，她就是负责治疗我们的。女同学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，全身被烧得和焦炭一样，双叶被刀刃刺的地方流了太多血，救不回来了。没有地方被烧到的我受到太多打击，失去记忆了。这样联盟的剧情，联盟的狗血剧情，我的父母知道以后，拜托医生不要告诉我，不要告诉我，其实我是部落的。给了我一张写了纸条的地址啊，写了地址的纸条，找了少君和龙一起进去。你要我怎么忍？怎么忍住不吐槽？装备吗？地点黑暗。